还不能吃，对不起。亲爱的族人，感谢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享用这丰盛的一餐，同时我们还要感谢这位勇敢、机智、善良的人，欢迎他加入我们。您不需要这样，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值得赞扬的事。 之前，你在埃及救了希伯拉，现在你又从土匪手中救出了我的小女儿们，你觉得这不值得赞扬？没有什么是比这更值得赞扬的了。这一根线印在毛毯里，闪着耀眼的色彩，而他却看不清楚整个编织图案的精彩。 沿着东方最高的山出发，眺望山林的雄伟。可是高山怎能形成？没有山脚的石堆，你看不清自己的角色和价值的存在，你也看不透自己生命线。一切不是意外，不是意外让天安排。 我不会跳。在沙漠中，脊梁的甘泉胜过成堆的黄金，你是羊群的指引者，不是锅里的水晶。 一个人若是抛弃他所有，是否价值就化作？或许是个新生命正在重新燃烧着。你不要用你平凡的眼对世事悲哀，用神的眼睛看这世界。而你的答案，无所不在，该用心去看神的。 所以我们把全部的所有和你一起来分享，要抛开多余忧虑，留给星空间想象。没有人能抛弃在命运桥，随着风中吹呀吹，你同类笑了我忧一天。跟我一起跳，我不行啊，我有悬，随着我舞步旋又旋。 天堂早已经走。